老板是这样的，不然你这样子突然叫我模仿，我也要想一下了。我想是这样的，为什么1月22号要去小巨蛋？我怕大家走错走到大巨蛋，因为大巨蛋还没盖完。好了，不，我想是这样，大家赶快踊跃票买起来了，因为哦，你要是错过这次啊，这一季你就错过了，所以呢，就要大家多多支持了。毕竟小巨蛋也是在我们台北市啊，支持台北市，支持全明星运动会第三季。好，天姐，吴尊，吴尊，快上去，不要踩线，吴尊，不要去拿那个便当，你要减肥，小玉压上去啊！好喘哦，对吧？没有啦，我，对啊，贺军翔其实。我觉得啦，对吧、啊？大家就放宽心比赛啦，不用去特别想太多啦，对吧、啊？我觉得大家都很棒，蓝队一定会获胜的，对吧、啊？没事啊，对吧、啊？